过年了，物业有点事儿，我得安排一下。喂，张大爷，我跟您说呀，您赶紧把您那个挂在窗户外边的年货呀，赶紧收进去。情况是这样的，最近呢，隔壁小区过来一批小狗，他已经把好几家挂在窗户外边东西都给啃了，赶紧收进去。为什么呀？您老想想啊，今年是狗年，小狗们都很兴奋，都很狂躁，也很骄傲。为什么骄傲？12年才轮一回，他们也应该骄傲一下，您说是不是？是啊，而且大爷，您把东西收了，楼上的三哥还有赵婶他们就都跟着收了啊。他们不用收，他们东西挺高的，狗咬不着。怎么咬不着啊？大爷您忘了，今年是狗年，不有那么一句话吗？狗急了跳楼。对，好嘞好嘞好。还有一件事儿。喂，是李婶吗？我赵刚子。婶儿啊，我跟您说啊，您最近出来遛狗啊，一定要把那个狗拿绳拴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昨天呢，3号楼2层有一家外边挂着猪头的，咔嚓就掉下来了，一下就砸着狗头了。您想啊，猪头砸着狗头，那狗头马上就成猪头了。现在这小狗还在医院呢。婶儿啊，今年是狗年，咱无论如何得让这小狗们过一个平平安安的年，您说是不是婶儿？行，好嘞，搞定。别喊，别喊，这怎么能是骗呢？这是善意的谎言。那个，三哥，你别喊，说你呢。三哥，你那车你别停到那个消防通道那儿啊！你要停的话，我马上给你拖走。我跟你说，听见没？哎呦，这谁在物业放了一朵玫瑰花啊？送给最爱的人，这一定是于小脸送给秘密的，秘密拒绝了，这于小脸白折腾，送啥也不行，挺好的花我给他弄起来。哎呀，大姑父，哎，我来跟你道个别。怎么了？离家出走，行李我都准备好了。为啥呀？大姑父，你都看见了，我对小米粒那是一往情深，情深似海，四海为家，可他一看见我就让我离他远远的。好，这回我就彻底离他远远的。看看小米粒跟你闹着玩呢。闹啥玩啊？他就是看不上我，我稍微阳刚一点吧，他嫌我粗鲁。那你就温柔一点呗。就算我温顺的像只猫都嫌我掉毛。这回我就找一个有爱情的地方。不用，不用那么费劲，到哪儿你都找不着。大姑父，哎，你也欺负我。哎呀，我说命运哪。来了，不送，我走了。哎哎哎，王小青，王小青，走啥呀？行李还没拿呢。对哈，没有这行李我也走不远。有这行李你也走不远，帮我背呢。你就这么个包，你还弄个双肩背，你直接搁裤兜里不就完了吗？你，你这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啊？啊？装的啥？拿出来我吓你一跳。啥呀？加多宝。过年过节都喝加多宝，加多宝，加多宝，招财又进宝，手里拿着加多宝，走哪都丢不了。王小倩啊，你怎么知道人家小米这心里边没你呢？咋的了？我跟你说，看见吗？这玫瑰花小米粒买的，让我送给你，你看上面还写着字呢，你看，送给最爱的人，真的假的呀？大姑父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？真是，你问街坊邻居，我骗过人吗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别闹，别喊，别喊，看看，你看看，别喊。王小倩这孩子他执着，他认真，他一根筋，你知道吗？就骗人的，你就是你，你不要是不是？不要这样，我把这花送给田经理，好吧？那、哎，那干啥？送他不白瞎了吗？就是，跟小米粒送我的。当然了，那我去找他去了啊啊！哎哎，王小倩，你回来，你回来啊！你记住了啊，你千万
别跟他提他给你买花这事儿，明白不？你就说这个花是你给他买的，这不是他送我的吗？你怎么不琢磨琢磨，人家小女孩给你买了玫瑰花了，你去了跟人家捅穿了，人家面子下不来呀，对不对？再说人家给你买了，你是个男人，你不得主动一点啊？你得给人家买一束花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不骗人呢吗？他送我的花他能不认识吗？这呀，你这智商啊，玫瑰花你能分出来吗？那不都长得一样吗？你以为跟你似的长那么另类？对哈，谢谢。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，嘿嘿，你是我的爱人，嘿嘿。呸！王小倩，你干啥呢？我到处找你，你哪儿去了？你哪儿去了？你找我呀？你是小米粒儿啊？我不是啊。不是，你以后少找我。站住！哎！王小倩，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干什么玩意儿？大过年的跟人孩子吵的！大过年的，大过年的，王小倩给我添堵！怎么了？你说我今天在饭馆啊，跟我公司的一个员工吃饭，吃的好好的，呵，他拿个手机咔嚓给我拍张照片发朋友圈了，二米粒给我没完没了的。为什么呀？这么回事儿啊？我们公司啊，我新招了一个员工，我没跟二米粒说。二米粒那脾气你知道的，他要知道了，他不得给我没完没了的。这有什么呀？你招谁了？我招的这个员工名字叫赵铁蛋。赵铁蛋？哎，男的呀？啊，那个我让这个赵铁蛋啊当我的秘书啊。你说他是我的秘书，是不是应该跟我形影不离？对呀，是吧？老得跟我在一块儿。对呀，对不对？就是人家请我吃饭，吃饭的时候呢。这个赵铁蛋呢献给我一束玫瑰花，关键时刻他咔嚓他拍个照片发朋友圈了，你说他这嘚瑟不嘚瑟？赵铁蛋也有问题，大老爷们给你送什么玫瑰花啊？你送两个烤腰子多实惠，送玫瑰花那不有毛病吗？但是我跟你说顺风啊，这点也得说说二米。怎么的？瞎嘀咕吗？大老爷们给你送个玫瑰花他这干什么？想什么呢？就是嘛，这点事不如你大姐啊，对吧？你看我媳妇儿，我出去干啥从来不怀疑，心胸很宽广。大姐是一个懂道理的人，二米粒不一样，街坊邻居都了解她呀，她属驴的，她踢人的她。没事，你别看她对别人这样啊，她对我还行，我抹擦抹擦她，她还是很舒服的，知道吗？大姐夫，我听你这话我就放心了。嗯，我今天过来啊，到物业找你就是求你办这件事儿。你说，你为了让我过好这个年，一会儿你见了二米粒啊。你就说这个赵铁蛋是你的人，你让我这么安排的，那这不是说瞎话吗？你让不让我过年了你？行了行了，看你那个样吧。行，我替你扛这个雷，好不好？我就说这个赵铁蛋是我的人，你的人吧，我让你安排的，你让我安排的，没问题。好，放心吧。谢谢大姐夫啊，没事。钱顺风。哎呀，这小土豆子读得挺快呀！啊，哎呀，你真长能耐了，钱顺风啊！啊，你别给我站着，大姐夫。行啊，长能耐了哈！再出去给我吃饭去，你再给我照相去，还捧束玫瑰花，那笑的脸上褶子都要开了。你想干啥呀？啊，知道玫瑰花代表啥不？代表爱情。你呀，二米，来，你坐着，你别出了把火，大过年的哭啥呀？别哭，来，听大姐夫跟你说啊，我告诉你，顺丰招个人那也是很正常的事，人家是个大老板，对不对？哪个老板不招人？啥？我还告诉你，这人不是别人，是我的人，明白不？我让他招的。明白不？你的人？对，我安排进去。那你跟他啥关系啊？啥关系？我跟这个赵铁蛋，我们两个人是亲密无间的，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，明白不？就是这个关系。听见了不？冤枉我了不？明白了不？哎我的，厉害了我的赵铁蛋呢！啊，连我们家正义的化身都给拖下水了。啥叫拖下水了？你还没听明白吗？大姐夫说的很真，那个赵铁是他的人，明白不？老铁是我的人。
没人你看好了，你没事你把他放出来跟我们家钱叔叔照什么相啊？你瞅这相照的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照张相怎么了？我的人照张相怎么了？我女的呀？啊？不是，不是，这个不是我的人，我的人是赵铁蛋。不是，刚才你们还说他是你的人吗？他不是我，我这不是我的人，我那人是赵铁蛋，听见没？什么玩意？赵铁什么玩意了？赵铁蛋。蛋。对呀。我哪的？赵铁蛋，蛋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个蛋。蛋蛋蛋蛋，傻傻分不清楚，你还搁这干？女的，女的，女的。女的呀，啊，我那不是女的，我那是个男的。淑芬，钱淑芬，淑芬，过来，哎，过来，大姐夫，这里边可能有点误会。钱淑芬，你，哎，你是不是又坑我呢？你，我没有啊。你不听我说，这个赵铁丹是个男的吗？怎么成女的了呢？你说他是个男的，我没说呀。一直都是你说的，对不对，邻居们？就是你自己说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一年360天，你天天坑我是不是？大年三十你就不行给我放一天假吗？太过分了你！我告诉你，没我的事儿啊！我告诉你，顺风，赵铁蛋我能给你担，赵铁蛋你必须自己担，明白不？你挑着担，你牵着驴，二驴子，逼的。谁是吗？必须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了。我怎么说不清楚啊？是赵铁丹，人家叫丹丹，人家是来自偏远山区的一个女大学生，到咱们公司勤工俭学的，人家找到咱们公司了。你说我熟不熟？钱顺芳，咱俩结婚之前是不是有协议啊？你的公司只能有我一个女人。哎呀妈呀，邻居们，你听见了吗？我们公司只能有她一个女人，全世界就你一个女的呗。还得说呢啊！你既然婚前你答应人家了，那你婚后你就得执行。你谁让你答应人家呢？大姐夫，一开始这个丹丹来公司，我确实没想收她。那你为什么又收她呢？这孩子长得太好看了。你听听。没事没事，二米，你放心，她不行，好看好看在哪儿去？还能好看？好看能超过你大姐？大姐夫，啊？大姐夫，看来你确实是啥都没见过呀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公司老高你认识吧？啊，那血压，那老高居高不下呀，看了丹丹一眼，那血压层就下来了。啊，还有两个爱迟到的，现在跟丹丹成为同事以后，争着抢着到公司吃早饭。人家那个丹丹不光人漂亮，工作能力也强啊！人家来了以后，我们公司的业绩蹭蹭往上涨啊！你说我收不收？哎呀，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，我就问你，花怎么回事？那玫瑰花是这么回事，人家准备感谢我和你，准备请你吃顿饭，你不没空吗？人家让我把这玫瑰花转交给你的。那你不早说，还给我的？小心眼儿你，你还、花呢？对的。花来了，大姐夫。哎呀，你生病了？没有啊。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？怎么呢？啊，没发烧啊？没有。那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你干嘛他说我送他的玫瑰花，我送他玫瑰花？笑话，你怎么可能呢？那个二米，你把小美人拉过去。王小倩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他说王小倩，你彪啊你啊！我不是告诉你吗？不让你跟他提送玫瑰花的事，你怎么全都跟他说了呢？大姑父啊，我见着小米粒要是不说几句实话，就感觉对不起俺家八辈祖宗似的。哎呀，那个小米呀、啊，看王小倩多好啊，对你多实诚的一个孩子。小米粒，以后别让我离你远远的了，行不？行，以后我不让你离我远远的了。太好了，那我送你一句话吧。说。若有天涯海角，我便送你一脚。就算你送我十脚，我转一圈回来，接着对你好。王小倩，你到底看上我哪儿了？我改还不行吗？改不了。王小倩，你过来。我发现你这孩子就是亲人眼里出西施，干什么呀？其实你冷静点，小米这事。对了，大姐夫啊，这花不是我送给王小倩的，那这花谁的呀？我的。签儿不签儿，
你拿我玫瑰花干什么玩意儿？媳妇儿，这是丹丹送给你的。你还别说，这孩子还真挺会来事儿。陈芳，哎，你不是送二米粒的玫瑰花放到我超市了吗？我怕蔫巴了，就给你拿回来了。来，二米粒在这送给他吧。哎，陈正芳，到底给我招几个赵铁蛋？怎么回事？媳妇儿啊，这是顺丰放你那儿的。你不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让我捋捋啊。大姐呀、啊，啊，这束花是我放你那儿的。是啊。那我明白了，这束花是我们公司丹丹送给你的。这束花，往前、啊，你拿来的，这怎么回事？大姑给我的。啊，大姐呀、啊，这束花是我大姐夫的。玫瑰花象征着啥？你明白不？啊、象征着爱情。你看见没有？这上面还有一个牌，送给最爱的人。你拿着吧，自己琢磨。啊！赵刚子，这花是不是哪个女人送给你的？啥不是、啊？赵刚子，怪不得啊，今天主动啊，拍着胸脯给我扛事儿啊。哎呀，赵刚子，原来你今天自己有事儿啊。没有、啊、行，没事，既然你替我扛事儿了，你这个事儿我扛不了。大胡子，这事儿你要是敢承认了，那你就是头子冠军了。大姐夫 啊，我劝你还是赶紧想想怎么圆吧，要不然你小心我大姐让你做咱家那盆仙人球，你的刺儿这么长啊，你想想就气疼了。赵刚子，这事儿你要圆不好，我让你上半夜做刺儿，下半夜拔刺儿。那个大姐夫 啊，听我一句劝，承认了吧，那要扎成花洒那得老有画面了。爸爸，爸爸，我回来了。妞妞，我女儿拿了一等奖。哎呀，妞妞，拿了一等奖。哎呦，女儿太棒了。什么样的作文题目是什么呀？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是个骗子。闺女，你这选了个什么题目啊？你选的好，我告诉你，妞妞，街坊邻居全家人对于他都有意见，敢怒不敢言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他就是个骗子，就你敢说。来来来，大家都坐下，大家都坐下，过年了，大家高兴高兴，声讨声讨他。哎呀，妞妞，你站起来，没有你坐的地方，站好喽。好好念念啊，好好念，好好听着。好，都听着。我的爸爸是个骗子。好。我的爸爸是个骗子，他总说他不爱吃肉，但是每次我故意剩在碗里的肉他都给吃了，吃得可干净了。我的爸爸是个骗子，他总说大爷，太感人了。
其实，闺女，爸爸也有很多瑕疵，眼前爸爸就有一个坎儿就过不去了。啥事儿啊？就是这朵玫瑰花，爸爸已经说不清楚了。这朵玫瑰花是我送给你的呀，看你没在，我就把它放在物业的桌子上了。看，这还有我写的一句话呢，送给最爱的人。老公，我误会你了。大姐夫，对不起啊。误会了，大姐夫。跟你说，顺风就你挑的头。主要是王小倩，我跟你说。对，就是王小倩。看看。我跟你说，你给爸爸送花挺好的，但是以后注意啊，要送花的话，别送这种带刺儿的，你扎死爸爸了。好了好了，哎，玫瑰花的事儿啊，咱都整清楚了。今年这年夜饭啊，咱们就在物业吃了。哦，爸妈都把饺子包好了，是吗？大伙儿都端饺子，和街坊邻居们一起吃，好不好？好。